提供苗栗县学子安全舒适的运动空间，竹南国小整建操场受限于活动中心整修，前后花了5年，终于落成启用，让1600多位的学生可以尽情奔跑，也提供给社区居民使用。竹南国小舞动青春竞赛特优队伍热情洋溢表演，为运动场启用典礼热闹迎宾。更新校园老旧设施，提供学子舒适安全的学习运动空间。在立委议员们的各方奔走之下，以1080万元完成操场整建。对，全新的跑道对小孩子意义很大，然后有一个地方可以活动。因为小朋友不光读书，当然也要运动，让自己身体更好。邱理事长，大家对国小对这个教育都非常的注重。感谢大家对教育的注重。我们苗栗小朋友有这么多人关心，我相信他们这个一定会越来越好。鸣炮开跑，象征苗栗教育大步向前走。竹南国小操场整建前后历时5年，主因一旁的活动中心整修而无法同步进场施工，重新修缮过的跑道、草皮、排水等设施焕然一新，可提供全校1643位学子运动休闲。没有完整的跑道，没有办法教学的，那就是大队接力，总不能跑半圈然后就接半圈，所以小朋友会跟我抱怨说校长，我们从进来到毕业都没有跑过大队接力，他们很想跑大队接力。那所以呢，还好这一次呢，我们就经过透过各方面的极力争取来帮我们争取到这笔经费。崭新操场为200公尺六道的标准跑道，搭配周边球场等，让全校师生、社区民众拥有舒展身心、多元运动的休闲场域。